大家好，这里是三鹿雷哥。咱们农民朋友想要的食品来了，利用家里边闲置的房。让它长出这么好的一个品质来，是不是朋友们？
这个农民大哥呢，他今年也就是30来岁，也是80后的一个小伙子，啊，种植这种绿菌呢，他反正是发展的现在300个平方，基本上年效益最低会达到30多万元，高达60多万元。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？因为在种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菌包，啊。这个出现质量问题，导致也会有死亡的一个情况，啊，是不是朋友？大家通过视频呢，咱们都可以看，可以看得出哈。不管种植哪个菌类哈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菌包是非常重要。说白就是种子都是息息相关的。如果把这个菌包菌种购买好的情况下呢，可以说是发展啊必备的一个条件啊。如果菌包挑好的情况下。长出来的这个绿菌呢，长得特别的不错。大家通过我这个视频呢，咱们都可以看得出，现在这个绿菌呢，可以说长势都特别的 OK， 特别的不错。这个时间仅仅才有20多天的时间，如果有的说再长，有的说2个多月的时间，就和视频里边我所拍摄到的，其实都是长势都一样的，特别的不错啊。而今年绿菌的收购价格呢？最低的话达到230多块钱，230万一斤，高的时候会达到300多一斤。不过，随着市场的这个需求量增加呢，养殖户、种植户们他们也随之增加。在我在这里拍着视频的时候呢，这个种植户也说到了，在他们这个村子里边呢，可以说目前已经有20多农民都在搞这个，种植，都在搞这个种植啊，因为。赚到钱了嘛，啊，利润也在了，而且来钱也得特别快，70-80天、80-90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益，啊，是值得咱们农民朋友参考和种植的。以上视频呢，就简单的给大家所分享的，高利润、来钱快、周期特别短的一个种植行业，那个是种植的是，那个啥，一下子说不出来了哈，种的就是那个绿菌啊。作为屏幕前的朋友，您呢？你觉得种植绿菌怎么样？或者是在你家里面有没有闲置的房子、大棚或者是厂房？啊，有的话可以考虑考虑种植这个东西。啊，好了，今天视频呢就和大家简单的唠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给我点个免费关注。还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呢，请看我其他的视频。下个视频比这个更加精彩，下期咱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